为同家本不同了呢，还能模仿几种模都可以。当年光线会除外的，于是将麦片石头恰如其分咁估计咗物件所占有嘅空间啦。反射出嚟，创造出影像。中麦片石图距离普及嗜好仲系差好远，因为需要采用嘅电脑数目咧系会相当巨大。即使现时最大型嘅电脑啊，亦都未必应付到佢所构成嘅电影或者电视啊。我哋坐喺屋企，只能够睇到一啲唔系太过完善嘅立体电影，例如米奇老鼠之类啦。但系并非话呢种艺术仲未掂啊。事实上，好多纽约嘅中立片社嘅博物馆咧，正在逐一诞生。我哋有技术人员负责操作，利用立体嘅构图进行沟通。无可疑问啊，将会喺科技界同埋工业界占有重要嘅职位。将来中立显示图嘅设备啊，就会好似电话同埋电脑一样，深入我哋生活嘅每一部分噶啦。